那两个人都，啊，咋了？都抱在一块儿了。啥？抱在一块儿了？丙贤，丙贤呢？哎，哎呀，丙贤，快点儿呢！嫂子，哎呀，你哥找你有事儿。 咋了？啥事儿啊？快点的吧，麻烦大了，能不能赶紧？嫂子，你这风风火火的到底啥事儿啊？哎呀，你大侄女这事儿，快走吧你！红桥，啊，他咋了？哎呀，你到那儿就知道了。你哥，嗯，咋办呢？啊，我也看了。 这事儿啊，拖不得，咱得赶快啊，给他找个人家。是吗？大姑啊，你呀，可抓紧啊，给他找个人家。你说啊，这姑娘大了，不能留啊，留来留去不结冤仇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大姑，你说这找人家，找个啥样的人家呢？嗯。 首要一条，成分得好。啊，对嘛，那个地主反坏右，反革命，咱不沾。哎，啊，嗯，嫂子，哎，哎呦，嫂子，冰贤，咱红桥和建军的事儿啊，有门了，啊，哎呦，那你们老大家是咋说的？我刚露了个头，我们老大家呀，就高兴的那嘴。 都咧到耳朵后头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回呀，咱们红桥啊是掉到浮坑里了。是啊，娃他爸，你不是爱坐个车吗？这回呀，你就不用坐什么牛车马车架子车了，该坐你女婿的大汽车了。<笑>他把我哥美的。嗯，那咋？这还不是应该的。 啊，那是这。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个定亲的事儿给办了。哼，你们一句话呀，我就得跑断腿。哎呀，走了啊！哎哎，啊！哟，哎呦呦呦呦！ 你看看啊，这把你美的啊！哎呦，你是不是早就盼这一天了啊？哎，去，我哥家。 有人在给我串手摆成呢，你看，你疯了？咋了？没疯，你要嫁给百成？他人好吗？人实诚，又灵性，又懂技术啥的。我没说他人不好。
婚姻不能只看人，还要看成分。他们家是地主出身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不就是地主吗？地主就地主。地主就地主。地主是专政的对象，知道吧？地主的子女招不了工，参不了军，入不了团，入不了党，只能靠边站，只能接受改造。你没见他让高远拉出去游街批斗的？真是。那他是地主，我是贫农啊，我是贫农。没那事儿，你只要进了他的门，你就是狗仔子。妈呀，你是没得过连疮，不知道腿疼啊！你要是跟了他，咱们家祖祖辈辈都得跟着连灾受难，这你想过没有？对，听你爸的哦。听说健健那心在你身上呢，我看这小伙子不错，憨厚、本分、老实、稳重。人家家里边是贫农，还是革命烈士，你看这有多好的呢？俗话说得好啊，不挑亲穿弟，单挑好女婿。妈跟你说啊，这才是你的好主啊。那我不喜欢他吗？啥叫喜欢不喜欢？啊？我跟你妈当初谁喜欢谁？你妈从东北过来的时候，啊，也比你就大不了多少，现在不也长得壮壮实实的？嗯。你呀，我看是把你惯坏了。跟娃好好说，你喊啥呢？那他救过我。他救过你，那你还救过他呢？他让人家用石头砸得昏过去，不是你用架子车把他送到医院的？嗯？他又对我好，他这是对你好，他是把你往火坑里拖。他要真对你好，就应该让你离火坑远远的，这才对。反正我就。你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就要跟他好。你现在不得了了啊！想翻天呀？他非要跟他好，那你去好去。哎呀，我今天把话给你撂在这儿，你要是敢踏进汪家一步，你就再也别回这个家。哎呀，你看你，哎呀，放你！